个球员，因为咧，我相信对手亦都有留意啦。咁前边啊，杰子咧最杀食就系呢个佐迪。好啦，十分钟嘅时间啦，睇下杰子可唔可以凭呢个角球。一开加位前主先后搞掉，哎，列文中啦，冇错十分钟嘅时候啦，列文啊，接应前主先后嘅球员咧就顶咗波入网，咁啊为主队杰子咧就好快啊，就已经领先一分。啊！呢个波嘅角球组织做得非常之好啦，咁啊，加位开个波开前柱，咁啊一个餐龙舟铲去远柱之后咧，就个波比较高噶，啊好彩咧呢个就系列文，佢又够高，呢个波都其实如果系环球员未必够高去顶呢个波啊，咁开心啦，咁啊杰志咁快就领先，嗱睇睇啦，林家伟左脚内弯，细细力一切前柱。哦，朱兆基線後啊，嗱，列文咧就喺後邊高曬啦，咁文班高咧掹佢咧，亦都係走甩咗啊！文班高就似乎係咁依跟下佢嘅啫喎，嗱，咁突然間誒，兆基咧係走前噶，一撐高位文班高，咁好高啊！但係你睇文班高咧就同列文走嘅時候，列文跳佢都冇跳啊，不過咧就嗱，列文跳，文班高都冇跳，不過我諗就傑志呢個 form 係咁樣，其中個進。